安装感应器支架，好，给它安装起来。啊，这个圆的，把它有个螺纹的这个孔给它拧上。那接下来把这个感应器的支架哈，给它穿过去，上一个螺母固定起来。装好了就是这样子的。拿到这个之后，套到钢管里面。感应器这里面有两个，安装感应器。取下一个之后，从这里穿过去，然后夹住这个小铁片，把它拧紧。这是电源线，插入电源线，五位，给它插进去，拧紧就可以了。安装墨盒，把这个安装墨盒，然后把这个扣放进去，这样子倾斜一点角度，放到这个墨盒仓里面去，把这个盖子给它扣上，可以了，就可以了。